私聊，我也不要你开贴，不用你拍 video，私聊跟人家道歉一下。哎，明楼，哎，周三，干嘛？那个水狗去欺负女人了？哦，猥啊？亵女人了，大条，猥亵女人。威胁女的？哇！听说是什么做钢厂的老板来的哦，不是没？好像是做白钢啊，在什马么六甲过的滤哦，水在马六甲的啊，哦，在当。你们谁要去咬三一哥哥？要先过了他那一关哦。他对，网上是这样子讲啊，哇，他过什么关？他是什么人？样子都没有的，看的不敢上来直播啊。先对，过他那一关，你让我看一下你的样子嘛，对吗？没有看到样子，怎样过你那一关呢？你什么关？奥利给戴那个关是吗？不要骂人，我们就是提一点意见了哦，对吗？等一要下吗？又说我欺负女人，我都要道歉呢、啊。他哄下女人，他妈最起码要赔三五做出来了，帮什么白钢的老板是吗？陪饭上委知道托你吗？哦，三弟哥哥没有人的话，叫他来坐满他三十委托，300人有没有能够叫出来他？对吧？你看，黄人都丢，谁人都有天下无敌。哎，你们谁要干三弟哥哥？先要过那个水狗那一关先啊，他是第一道防线。屌你妈，真系个东都要讲埋啲笑话。对吗？真系嘅，真系嘅，我都冇谂住嘅。Last minute 啊，个妹仔打嚟，帮我咁样喊住嚟讲到啊，咁样做咩啦。去搞佢吓女人啫？系喎，吓人哋仲可以讲啊，伤害人哋屋企人咩？我都唔知佢写乜撚咁嘢，卵大把卵炮佬。啊！喂，叫佢过嚟，飞过嚟揾我嘛？水沟吓埋个妹仔一条，人哋一系个啦，人，叫咩？人哋有阿我婆有阿妈爱顾嘅，冇做工我嘅人得哋。力妈妈，我得力妈妈，啱啊！在你们马六甲那边先找他出来咯，咁卵把炮系咪先？明人不做暗事啊嘛，将自己嘅地址电话自动放晒上嚟，要明打明嚟啊嘛，吓人哋女人做咩啫？对吗？恐吓威胁你摆给大陆。嗯。好，水哥，我希望你去私聊跟人家说一声抱歉先啦，好，叫他这主人个。三弟哥哥出来讲两句嘛，一直守住三弟哥哥，为了三弟哥哥去恐吓女人啊，大条哈，是不对，是三弟哥哥打飞机给那个女人看那个女生，那个女人是那个，这边欺负那边，不是，不是另外一啊，个，哦，啊，水另狗，你外一的个，主人之前到处打飞机给女人看了，你有没有打飞机啊？你问他有没有打飞机给人家看，水狗有没有打没飞有呗。机？有样学样啊，嗰个妹仔都系第一次俾我邀请上嚟直播嘅嘉宾，你知唔哦，知？跟住人俾哋人冇哋攻搞直击，播啊，俾水狗攻击。哦，大陆啊，肯定摆佢大你陆看那些假号来了，那个妹那些全部假号来了，不要骂我水狗啦，是我很你吗？怕，妹妹啊，水狗。系啦，我很怕，不要骂我，我没有跟人聊，我哋系讲下事情啫，我哋唔会闹人咗，我没有骂人啊，对吧？系咪先啊？你帮阿母先，对吧？你们骂人家什么都没有关系啦，对吗？起码给个样子来看咯，上来直播你们又不敢，拉他哦，你拉他，拉他，ID 你拉叫你谁拉回哦，那个妹啊，？OK 啊拉，OK 他啊，拉我他，拉下去我啊，要看他是谁，妹妹，我拉你啊，妹妹，对。好，唔该，明龙，妹妹，妹妹上来，妹妹。妹妹不方便，不要羞脸，不想紧了。没有，我们不方便收敛，因为我们不好像那个明狗这样，一下子就收敛，我们也不想出名，OK。哦，不好意明思啊，你是男的是吗？哦，那我老他是婆。我老公啦。哦，你是他老婆妹妹啦。啊，不是你跟明狗讲啊，你跟明狗讲啊，
如果他认为他很了不起的，如果他认为他很有本事的，你跟他说是吗？随便他嫁回来马来西亚、香港、泰国，随便他，地点叫他放过来。这个不是说假了，这个是非常之讨厌的人。这个人，怎样讲呢？怎么讲啊？你知道吗？他一开播就是干人，一开播就是干人，对，啊，就是借人家名义来红，对，是不是？然后有什么意义？对吗？然后没有讲到是、没有讲到的是就是。啊，一句人家喜欢讲的话，自以为很了不起，哦吼，是吗？我们就是开播，就是不是讲我了，我是没开播，就是你们开播就讲、讲一些，啊，就是正能量的东西啊。你认为我讲的 OK 吗？你就是可以，因为就是号召。那么妹妹的账号是你用还是你的女人用啊？我用了，我本身用是你用啊？你有攻击过我吗？请问，我攻击你干嘛？没有啊。我攻击你干嘛？其实你也没有做出什么，对啊，就是令人家讨厌的东西啊，是吗？敏楼就是十个账号九个都讨厌他了，但是我有超多啊，老婆在网络嘞，什么来的？我有在网络超多话老老婆嘞，算错嘛这样子？什么老婆？哦，你不知道啊？这可能你不知道，你不要讲了。好了，你讲你的。超多老婆这个，你如果你没结婚，那对女人你有选择的权利啊，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没有，你不要讲这个。过掉他，因为这个没有啊！现在明楼啊，你明白我讲乜嘢？呢、这个我唔会讲 ，OK？ 你讲广东话，讲广东话，我怀疑我唔系好啊！讲广东话啦，慢慢嚟，慢慢嚟，讲多啊！一阵间我落线啦，因为太长，阵间我人哋我分享好艰难，分享啊！系啊，唔系啊，明楼啊，你认为明楼嘅人点样？我认为呢个明楼非常之陀衰家，你知唔知啊？OK， 你叫你拉尾的妹仔笑冇咁大声，因为嘈到呢度。一系你讲，一系佢讲，一个一个讲。OK， 我先讲我睇明佬嘅睇法系，之前佢讲嘅都系啊唔错嘅，都系有 point 嘅。拉尾系歪咗少少，但系佢都有道歉，同埋佢改，呢个系我可以接受嘅人嘅嘢。你明白我讲咩冇？如果到今时今日佢仲系乱屌，我真系冇办法接受，因为。识做错嘢嘛，边个都一样嘛。但系而家佢改，佢唔屌，系应该可以接受嘅嘢。咁初佢屌嘅系有 boy 嘅嘢，我都系接受，因为佢屌有 boy 嘛。我都系睇戏，我都唔系直播嘅人。但系而家逼到我出嚟直播，系咁简单。唔系佢自以为了不起嘅，自以系为是嘅，啊，跟住你认为有 boy 咩？唔系，我哋佢前面讲嘅嘢都系有人叫佢帮手讲啲话，我回水或者乜嘢嗰啲都系有多少 point 嘅，我都系冇插咩手嘛，一样嘅嘢嚟噶嘛，啱冇？唔关我嘅事嘛，但系我都好欣赏佢，但系拉尾有你欣赏佢乜嘢？佢自以为佢系黑社会大佬，自以为佢有乜嘢料啊？你病住荷蘭，你認為你係大佬，你翻嚟啦，人哋等你啦，啱冇？嗱，你同明佬講啦，你講幾時啦？啱冇？幾多點啦？啱冇？你叫佢翻嚟啦，我出去見佢啦，我睇佢幾有料。而家好簡單嘛，人哋而家係講改咗嚟講，我哋唔可以猛挖，因為佢講停，佢就停到而家，就冇講連連講鬧，而且。佢有公開道歉，呢個係可以接受嘅嘢嘅。我哋講公道話，我哋唔係講攞一直攞以前嘅嘢嚟講，以前太多嘢，未來仲多嘢。你一直講以前，我未來點樣搞啊？你知冇？好簡單嘅嘢，人哋有道歉，呢個唔係每一個人做得到嘅嘢，而且仲係喺網上道歉嘅，公開嘅。呢個係我佩服佢嘅嘢。
佢係錯，我都知道佢錯咗，所以佢道歉。咁佢 OK 嘛？我認為 OK 嘛。如果我問翻你，呢只水狗今日做個嘢嚟嘅，啱冇？啊，唔係，我今日上嚟咧，你水狗你做乜嘢啱？你做得啱，啱冇？啱冇？我今日上嚟，我係睇到明狗嘅面啊！我家上嚟，本來我都係唔上嚟講話，我係睇到呢只明狗啊，非常之唔憤氣去。啊！又話人哋乜嘢啦，抹黑佢啦，點樣啦？啊，依樣嗰樣啦，你真係咁把炮啊！你翻嚟又話挑戰曬呢哥哥啦，乜嘢啦？我相信啊，佢翻嚟啊，曬呢哥哥打死佢啦，唔使我哋出手啦，啱冇？你乜嘢？你明狗你咩？你病如何蘭開餐館啫？學人講埋咩黑道係黑道，屌你老母荷蘭你撈嘢啦！啊！呢个尽量唔可以讲屌人哋老母咗，因为呢啲啊过去嘅嘢，我屌过就算，但系唔可以再重复屌。啊，我点称呼你啊？我点样称呼你啊？唔啊，我唔使讲名啦。啊，我哋讲荷兰，荷兰讲名佢冇排到名啦。荷兰系啊阿公啦，啊毛泽东佢哋啦，啊又喂你呢啲名狗算乜嘢啊？名本叫名狗啦，啱冇？系嘛？系咪咁样讲？你讲咩？讲到荷兰，讲到比利时，讲到马拉啲护照唔用得，讲到咩嘢？比利时啲公民，你比利时啲难民啦、啊，公民系嘛？好似以前香港九七之前嘅大陆啊，大陆人走落嚟啊，个个咪系做乌鼠，跟住批个身份俾由香港嘅公民啦、啊。你明狗咪差唔多啫，系嘛？系，其实你讲嘅都系有啱。有錯，係我係幫你講一聲。其實佢有喺網上道歉，係真係一個可以接受嘅嘢。你如果唔相信，你試下叫水狗，叫水狗做直播道歉俾我睇。因為做咩我企出嚟係呢個妹仔，佢嚇嘅係我要求嘅嘉賓，我哋傾偈講到水狗，但係佢而家要求講係威脅人哋屋企人。你可唔可以讲两句公道话，兄弟？威胁人哋屋企好简单啫嘛，你水狗，你有几多斤两？威胁人哋屋企人，而家喺网上啊，咁多人直播啊，咁多人睇呢个直播，相信啊，吓、啊，我睇冇十个八个都可以打死佢啦，啱冇？可以打赢佢啦，啱冇？呢啲系好愚蠢嘅嘢嚟啊嘛！你威胁一个女人，你算得系咩男人啊？男人从来不会做这样的事的，尤其是黑道的人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的，你知道没有？啊，我们要打，要威胁，要打给我们强的人，不是打给我们弱的人，何况你威胁一个女人有什么事啊？对吗？今天你会跳出来，啊，你会跟人家说，啊，就是说，啊，算得你本是一个男人，本是有一种正义的心态，所以你而家跳出嚟啊，相信其他人跳出嚟讲嘅，亦都系抱住一个好打不平嘅心态，所以跳出嚟讲嘅，啱唔啱？所以呢、這个你唔需要同佢计较，呢个系一个非常之愚蠢嘅人，亦唔系计较，呢个系刑事罪嚟嘅。我系帮你讲下声，但系非常多谢你头先讲几句都系公道话。至于名流的东西，嗬，你给他一些时间啦，因为他也道歉也改，所以这个东西我还是跟你讲是可以接受的东西。如果到今时今日都还在那边啊，讲人家整家人抽兵的，干人家整家人的人哈、啊，反而那个我跟你是道不同。你明白我讲什么吗，兄弟？像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很简单，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啊，你解释给我听啊。如果今天我杀了一个人、啊、我跳出来道歉，能不能接受呢？嗯，他向一个人道歉，那个人当场也接受，这个是我看得到的东西。至于其他的东西我看不到的，我也不适合乱评论。如果你得罪了这么多网民、嗯、啊，就比如讲、嗯、啊、嗯、一个政治人物啊，做错了一件事，伤害到啊，就是国民的，他跳出来道歉，然后他不用负那个法律的责任吗？嗯，
就是讲错话的东西啊啊，那个我们的教育副部长张胜文都是有、啊、都会道歉，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、啊、只是讲我们讲他们能够公开道歉，不是讲错话无所谓，千万不要看不起人家、嗯、他看不起我们马来西亚的人、嗯、知道吗，他看不起我们的国家、嗯、而且他看不起他自己的国家，哎，这一种、嗯、这种侮辱是非常的大了，你知道吗？嗯嗯，啊，这一种你认为你可以原谅了，啊？不是，我可以不可以原谅？因为这个东西，如果我没有记错，他是在反驳一些 comment， 就是讲留言在他下面的人，所以他讲回这些话。所以这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啊，自然来不到我这里，因为我跟他根本就是一个网友。我们也没有见过面，你明白吗？就好像街边很多罪案，我可以帮了我帮，我不可以帮了我也没有办法，因为不关我的事。现在人家干我家人，这个是关我的事。现在这个女的是我邀请上来，现在她被攻击，人家也向我哭诉，叫我帮忙，什么东西我就是先叫她报警，这个也关我的事。说明老刚才我跟你分析的就是一些我知道我了解的，我就跟你讲回。如果他讲那种马来西亚的，我相信他不会讲这种话来对每一个网民，他讲的就是在下面那些攻击他的网民，你明白吗？我认为是这样。你知道他讲什么？我比利时护照啊，我比利时公民啊，啊怎么样怎么样啊？你们马来西亚啊，马来西亚护照啊，怎么样啊？这个不是攻击我们马来西亚人，你比利时很了不起啊，你拿你的皮肤跟人家的皮肤对一下啊，你是黄皮肤，人家是白皮肤了，你这么了不起。对啊，如果你是没有攻击他的这个话，很自然就不会收进来，不会进你的脑，就好像我这样，他讲过很多对对错错的东西，哎，我不再攻击他，我也没有攻击 他，因为他讲的东西是不关我的事嘛，你明白？他也是没有攻击到我啊，可是我听到他讲的话，我非常的不高兴啊。对，啊、你可以反驳他，你可以反驳他，但是我是认为他能够道歉的人是不简单。就比如讲，水狗做不出，没有我叫你，我们做一个证明了 啊，没有你叫明老。啊回来马来西亚，你看多少个人愿意出来啊？就是愿意出来找他啊，见一见面，喝一喝茶，看看他几有本事。你认为有多少个网民 ？OK， 我现在回答你，如果他回来，我相信他也不会找那一种无谓的东西来聊是生非，他倒不如找跟他一起交流朋友，去 happy 去 party， 我认为是这样。我只是还是要跟你强调一句，他能够在网上道歉呢。这个是我能够接受的东西，比如你叫水狗，你叫豆花佬，豆花佬做得好的东西，我帮他分享，我不用他道歉我什么。豆花佬做错的东西，你叫他在网上公开道歉。我跟你讲，你听我讲，豆花佬啊，他虽然是也是有侮辱到女性，可是他这个人也是算一条汉子。你明白吗？他的性格，你去评论一下他的性格。没有，好的，我帮他分享，我是跟你讲了。比如讲错的，他是红网络红人吗？对吗？他都自认红吗？他必须要在网上道一个歉。但是我可以跟你讲，他做不到。他如果做到，我帮他分享，一样的东西吗 ？Brother 是这样讲吗 ？OK， 其实很简单，我拿豆花佬来跟你讲是。不管是你拿明老来跟我讲是不管是，但是我们都讲出来，那么我们就解决掉他，因为再讲下去一个小时半我们也讲不完，都不管怎么讲。现在我们就放一边放一边，现在我这个主题是来打水狗的，抓水狗，打水狗，这个水狗、啊、如果你还有对水狗要发言的， 你敢敢我再给你几分钟时间玩，水狗就不需要你打了，水狗大把人打他了。你今天播这个直播就大把人打，还需要你、啊、大条啊？是不是？
哦，水狗不需要你打了，我跟你讲了，其他事情也不需要你，不需要你，大把人打他，包括那个纳豆舍利，虽然他。他的嘴讲到非常的好听，非常的完美，可是他心里也是抱着就是一股怨气。可是因为他们是有名誉有地位人，他们是说不敢说，不敢直说。好像我们的这样，我们这种性格，好像你这种性格了，就是要干就是直接干啊，是不是？何时要等？何时要等？等到几时啊？是不是？所以啊，你水狗，你今天你放100颗星了，没有人不支持你，而且没有人讲你是错了，谢谢，是吗？谢谢你，因为你这个你就是你是为那个你女孩子主持公道嘛，因为他根本没有还击那个水狗了，那个能耐嘛，谢谢，所以你开播的，谢谢 你开这个播，这个播是。非常多人的赞同，对，谢谢你，而且支持的。兄弟，欣赏你、啊，我希望你私底下来加我，我也不会懂你是谁哈、哦。我很多人在加，我就加完他。好、哦，我们俩交个朋友。我也欣赏你，因为你今天讲的是公道话哦，你不会讲站一边讲还是站这边讲，你明白我讲什么吗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我们都是一样啊，我们都是一样啊，大家是男子啊，是吧？男人就应该拿出做男人的本分嘛，是不是？嗯。好打不平，这就是男人的本分嘛。嗯 ，steady。好，就是谢谢你了。嗯，妹妹啊，我变成我要叫你妹妹。啊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啊 okay, 拜拜，拜拜。OK， 我跟你讲，我有一点累了，嘿，还有人要上来啊。OK， 我水狗，我还是跟你讲一句，私聊先道歉，人家追不追究是看你的，我不知道。私聊道歉 ，OK， 你要脸吗？我给你，你私聊道歉，好、哦，向那个女人道歉，好、哦，嗯。1个小时了，我讲了25分钟下线了 ，OK， 就这样，我不要再讲了，很累，每天讲很多。水狗，私聊道歉啊，不要再骂我妈妈，骂我家人啊，我一定反击的啊，我跟你讲过了啊，要玩玩大的，我直播的效率肯定比你写字来得快，明白吗？不要讲我不够跟你写。明白吗，水狗？你读书多是你的事，你有文化，你就秀出来，不要在网上那边哦，骂那种粗话，哦，开干 ，SK on， 来，我邀请你上来 ，SK on， 不要秀脸，来，讲两句。嗨，大家好啊！因为我看不到太多留言了。报警就是人民的权利，警察维护人民是对的东西了。OK， 又不要啦，不要啦，你叫我开干啦。OK， 就这样。好，谢谢大家啊！记得啊，水狗私聊啊，我没有叫你哦，录 video 还是开视频啊？我也看死你不敢了。私聊，人家要不要追究责任是那个女的事，我不知道啊。改天写字之前先用脑，不要一直拼音，一直拼音，一直拼音，一直拼音啊。懂吗？红蓝高高，好，晚安，大家累了，拜拜。我秀出来，破出来，这个就是网络霸凌，哦啊、被害的那个女的啊、你尽量不要卡在那边，这个东西好、哦、不会有事情了，她应该不敢来了，因为你已经报警了，好、哦，你不要卡在那边，等下过不去，一直过着那一种哦，被恐吓的日子。
好，祝大家冬至快乐 ，OK 啊，我就是一个出人清垃圾的，我老板在我旁边，Hello， 啊，我老板支持我了，我老板，OK 啊，夏天你再乱讲话，好、哦，你就被禁言了 ，OK， 祝大家冬至快乐，吃汤圆，明天啊，团圆。